我觉得给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改变命运，创造未来。在这人生的路上，虽然不是所有事情都很完美，我们只要尽力去做到最好，就对得起自己。我的家人都跟我说我一定会后悔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大吃大喝。到现在至今3年多了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宋天周医师帮我开启了我人生的一扇门，我就要从这个门走出去，开创我另外一个人生。是沉重无助，拖着脚步，害怕去面对不屑一顾的狂舞。什么时候好运会找到我？我的人生不想这样过，直到你的出现，发现一道光束，原来你才是我最安心的托。勇敢跨步，抛开包袱，享受人生无拘无束。艰难的路不会孤独，你的未来有我照顾。迈开大步，放心走出，手心牵情节幸福。你的未来灿烂夺目，有你有我，欢喜庆祝。幸福。